这老缅的这是大寺庙。青山绿水，黄金白银，看着也挺好看的。其实这是照片里视频里看着好看，来到这儿之后其实都是抹的白漆黄石灰，啥也没有。那儿山上还有庙，在哪儿啊？那边的山上还有庙。缅甸的这个叫什么寺庙文化还是挺多的，挺漂亮，很震撼，震撼。每天来的人也很多，今天又是拜佛节，祈福的人特别多。